来，我来试一下新枪。再见，哎，没中。哇哦，他看到我了。他来了，他来了。有敌人，撞你啊！哇塞，卡住了，卡住了。做什么？欢迎收看我不磕男性频道，今天要去玩手游 Free Fire， 我要活下去。今天要去玩这个新角色柔拉，然后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就是他的专属动作，哇，我觉得真的蛮帅的、啊。有没有狙击枪直接瓶中出来啊？要伏敌人哎，干嘛？恐龙啊！好，我们开始吧。这一场的话呢，我要分享一下，就是我要跳工厂。好，直接跳工厂。因为工厂的部分这次改版其实有更新啊，可是官方好像没有讲的很多，因为它这个更新就是稍微一些调整，那带大家去看一下，工厂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它这个主要我觉得差别在，如果你今天是开车想要撞工厂里面的人比较不好撞啊。好，来吧，哇，有点远耶，我这样飞得到吗？好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飞得到，因为真的还蛮远的。好，飞飞看吧。然后楼拉的话，这一场我会跟大家分享测试一下，就是我开镜的部分，因为它开镜精准有增加啊，就开镜后，瞄准的准确度会比其他角色来高。大家看看有没有感觉？其实我觉得好像差不多哎，因为我通常都是会是自己去瞄敌人的头啊，如果敌人是不动的状况下，然后动的话用辅助瞄准，其实有开镜，它会帮你抓一些敌人的位置，就是打他身上就对了。好，快跑啊！我觉得后面好像有人，这服装真的很辣、欸。好，我应该是第一个到里面的，先进来再说啊。有脚步声，等一下，我先放地雷。我听到脚步声，哎，为什么？我不是第一个来，我看到人了。OK， 直接收掉。哇，这个人速度比我还快。哦，新枪 ，CG15。这把枪，哎，有电，哎，他直接被炸死了，太好笑了啦！我刚放的地雷直接中，哎，哇，位置放的真好啊。好，我刚才想说试一下枪，结果那个人刚好走进来，我看到他被炸死。OK， 位置在对，我直接去安全区。其实这把枪开枪速度我觉得蛮快的 ，CC15， 因为它冲锋枪啊。我等一下试一下拿这把枪打敌人痛不痛？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时间测。哎 ，MP40， 糟糕。所以我一直觉得它很像是步枪，然后只是装了冲锋枪子弹的感觉。因为以造型来讲，可是攻击力的话，如果是装冲锋枪子弹，那攻击力普攻应该不高。测速大概是这样的感觉。回收箱，回收箱我先拿好了。我现在不捡的话，等下可能会被其他敌人捡走。T90，哦，先丢掉。MP40，我现在要捡一些冲锋枪子弹，我想一下哦，我要不要搭 MP40 啊？因为我现在我这样搭的话有点危险，因为我近战射攻速不够快，我直接搭那个 MP40 好了，就是 CG15 搭 MP40， 玩玩看这样的感觉，这样搭比较保险，是因为 CG15 这把是可以打远程啊，大概两倍的距离吧。我觉得大概是像两倍近，没有很远哦。它只能装一个扩容弹夹，其他配件都不能装。我在猜未来可能还会再调整这把枪，因为像这个游戏其实枪支一直在调整啊。以前散弹枪基本上是可以直接装扩容弹夹，后来就变改不能装。我记得以前散弹枪还可以装补偿器，后来还把它改掉了。好，我现在呢
看到什么可以剪。好，你现在可以看到工厂，它这边有做这个区块，有没有？病人说你开车的话，要直接撞人的话比较不好撞。这有香菇哎，先吃好了。草真的变长了，草变长了。哎，这是蓝圈哎，我直接冲蓝圈看看。我觉得 CG 十五主要如果要用来杀敌人的话呢，它那个蓄力攻击蛮好用的啊，蓄力攻击就是你一发打出的攻击也蛮高的。如果是三级盔，你是100%打出去，应该也是爆头啊，直接爆头，那攻击很高。哎，真有一个哎，好，直接使用好了，这样可以看到下一圈。好，我一样安全区，好，那就 OK 了。然后像地雷很多哎，地雷右边好捡了。有时候我一个都捡不到，现在是这场是怎么回事？捡到四个地雷了。主要是要玩一下地雷术呢。蓝圈，这边可能会有敌人哦。没看到人。哎，这个人在捡过吗？哎，凝胶哎。哦，这有个凝胶了。小不生。有人，哎，我还试一下新枪。再见，哎，没中，哇，攻击力好弱，普攻真的蛮弱的，普攻有点像 UMP 的感觉啊 ，UMP 或 MP5。等一下哦，他进去了，哎，我没有手榴弹，没有手榴弹，可恶，不能让他跑掉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补血，哎，不行不行，不要走这边。左边比较安全，左边的话距离有点远，会被他打。哇，完蛋了，没子弹！哇，刚才差两发吧，没有拿到32发子弹，这是我差、啊。我现在是24发子弹，如果32发的话呢，就多8发子弹，但那8发就可以收到他了。又有一个哎、欸，这个好先留着好了。因为我现在这圈已经标出来，我在吃的话，它不会再显示下圈，因为它已经显示下一圈了。要等这圈先收完，才会再显示下一圈。CG 十五的部分，真的是我是觉得要练习啊，因为它现在这个操控的敏锐度有点高，我觉得不太好瞄，敏锐度要调低才行。可是我现在有点想要先熟悉它这个速度，因为我不知道未来那个游戏公司会把它改回来。不太确定，我们来试一下那个 CG 十五好了。不像哦，冲锋枪子弹多捡一点。哎，好，这两个东西，哦，我看这个不可以捡的，在两倍而已吧，两倍近左右啦，就大概两倍。我们现在试试看打这个汽油桶，蓄气有没有 ？OK， 一发是没问题的。蓄力，我打这个车子。一发，我看打几发可以爆。两发，冒烟。三发，机车爆。吉普车，一发。两发。三发，好，大概三发。可是通常你如果遇到路上有敌人，他开车你这样打其实太慢了，太慢了。这样子大概蓄力也要大概五秒钟吧，3秒到5秒，可能就看你的时间掌控啊。或许未来也可以这样一枪，然后敌人在开车，你爆头他。哎，这边说出来，我等下可以去吃刚刚那个，哎，那叫什么机器啊？我已经忘记了名字了。哇，凝胶先多拿一些，资讯盒啊，资讯盒，名字蛮奇怪的。补包，要补包8个哎。有地雷，哇！这场拿好多地雷，我要不要把它放一放、啊？我把它放在这个虎包这边。有车子来了，糟糕！这么快，在哪里？太怪了！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，他赶快开走了。
欸，没有欸，他开进来了，他看到我吗？哇，他看到我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嗨，好，不好意思啊，直接先收掉啊，他刚是想要开怪卡撞我，哇，地雷超多啊，等一下啊，我这个地雷全部放一放好了啊，我几个地雷，九个地雷欸，哇，我很少捡到九个欸，我最多顶多捡个三四个我就差不多了，捡到九个，来全部放一放啊，大放送啊，我等一下说先就说这里，刚刚先放就对了，然后现在后面有追兵呢，直接炸死他，然后放那种角落啊，我要小心一点，等一下自己踩到，欸，先放这样，看到哪里可以放，我先看一下出圈说哪里好了，我看一下资讯盒，欸，按左键先切明胶，我怕后面有敌人，来吧，糟糕，是下面，好，没关系，放了就放了。我现在呢，我想不要开车欸，开车应该可以，因为空地，绝对是空地。啊，空地，我开车好了。等一下我切一下哦，切凝胶。欸，按错键了。好，走走走。现在是他四个啊。这场主要让大家看一下刚刚工厂有改啊。然后我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他可不可以抓到一些敌人。我现在地雷放这边，可能我不知道敌人会不会来欸。今天有中一个啊。剩下的敌我不知道会来，等一下哦，这也放一个，谁敢捡这补包啊？这补包蛮明显的。好 ，Go， 我们先开去看看有没有敌人。哎，这个，哎，这个东西可以先丢，握把先丢。他的 CQ 十五人装的东西真的很少，控红弹夹而已。他攻击的话，我觉得普攻就是你把它当 UMP 或者是 P90在玩啊。然后蓄力攻击就要当狙击枪，只是它的倍镜就只有到两倍左右。我好想这边也放地雷哦，好想要在草地上放地雷。如果决胜的话，这样很容易炸死人，因为现在是草牧场，应该看不到。跑车来了，有跑车，有跑车，他要不要追过来？来把我把他车给撞坏，因为我血比跑车多。如果跟我对撞的话，他车会先爆。欸，可我车损了三分之一的血。还剩四个敌人，哦，现在小心，欸，有一个台吉普车，哎，怎么开那么慢啊？哎，开超慢的，我看可不可以直接收掉它好了，开超慢的，直接收掉它，小乌龟车啊，来吧，有没有扩容弹夹？没有扩容弹夹，没有，他们有三级的，先走先走，要不等下怕被跑车撞。我又捡了一堆地雷啊，这场地雷好多哦。欸，这边可以哦。哦，跑车上不来，可是怪卡可以上得来。以后你们到如果敌人追，你就跑过来这里。我开始放地雷啊，转角放一颗，转角遇到爱啊，双脚就轰炸。地雷超多啊，大放送啊。我不知道会不会说这里，不过先放就对。欸，草丛也放一个，好，剩一个。好，我要绕一圈，不然你要踩到我自己的地雷，就好笑，炸死自己。我，哦，萤火来不及吃，因为我现在 EP 值满，我想要解任务。好的，我看一下说哪里哦。哎，欸，可恶，不是这一区哎，不过没关系啊，先放一多一点。哇，好好好，没有感应到我的地雷就好。有敌人，撞你啊！哇塞，卡住了。卡住了！做什么？哎，我在这里啊。OK， 哇，这招，这招酷哦！我快卡直接把跑车给卡住，欸，哎，超酷的啊！然后刚刚他不知道我已经下车了，在打车子，就已经下来了。哇，那我开他的车走好了。哎，欸，开不了啊，卡住了！糟糕糟糕！哎，欸，这台车。不行欸，他跟跑车卡死哦，啊！我第一次卡住跑车欸，好，这招可以学起来，叫霸王硬上钩啊，直接压上去，三级。好，先换这个，先走，先走，先走，剩两个敌人。
我现在枪点已经跑出来，不走的话有可能有点危险。我现在其实没有缺什么东西了，我九个凝胶啊。哎，最后点在哪？脚步声，脚步声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。我先加个凝胶。哇，在这里！哇塞！哇，差一点点，还好我跳起来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太惊险了！我刚刚包在捡一九五点，我就绝对死。所以我跟大家讲，决胜的时候啊，其实真的没有时间捡包的时候，你就不要捡了，因为很容易死掉。哎，同学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什么可以捡的。快快快快快！这边比较安全一点，刚刚那边空旷啊，又是地雷，我已经放一堆地雷，好像都没炸到人，真可惜。最后一个，哇，在哪里？等他出来吧，我这个地方蛮好守的、啊，应该围墙外。哎、欸，死掉了，死机了，放烟火了，放烟火了。凝胶护盾长城，看我都没放凝胶哎、欸。七杀吃鸡，这个敌人直接毒死啊。是这样，不想出来面对，哔哔哔哔，哎，不会爆哎、欸，来不及爆，好啦，成功了，用罗拉吃鸡，然后呢，就跟大家分享工厂啊，就最后决胜又回到工厂来了。然后工厂的部分，现在如果你们要躲一些车子的人要撞你们的话，我建议你们可以躲到工厂来，因为工厂它现在外围有做一个，我刚刚给你们看到水泥那个高级那个台阶嘛。它有个高度，一般的车子比较上不来，除非可能加速或者是怪卡，所以说还蛮安全的，就分享给大家。好啦，今天游戏就先玩到这边啦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一个喜欢，一个支持我，也可以把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有一句叫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谢谢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，下个游戏见喽，拜拜。